你这哪是什么土鸡蛋，怎么卖这么贵？老人家，这鸡蛋怎么卖啊？1块钱一个，这是我自家的鸡生的蛋呢。给我全部包起来吧。好。1、2、3、4，收收一共48块。行。来，给你100。这里钱不够啦，不够找你的啦。没关系，老人家，少几块钱没关系。谢谢啊，叔叔。妈妈，你的怀抱，我一生爱的襁褓。奶奶，我饿了，想吃牛肉面。走吧。老板，来碗牛肉面。好嘞。来，你吃这个。老板，多少钱？你好，10块。老人家，你这个钱是假的。什么？假的？不可能吧？就是假的，不信你看。你还有没有别的钱？糟了，没有了，怎么办？你怎么办是你的事，你赶紧给我想办法。奶奶，怎么办？奶奶，你可以给这个钱给我看一下吗？可以啊。老奶奶，这钱啊是真的，只是旧了一点。这样吧，我给你换一张。谢谢，谢谢啊。奶奶，天快黑了，我们要走路回家吗？老奶奶，老奶奶，你们家住哪里啊？我送你们吧。这怎么行呢？太麻烦了。哎呀，不麻烦，这都快天黑了，我送你回去啊。那就谢谢了，谢谢啊。Bye-bye.